这碗就是那个味儿，弄过锅，瞅见了没？人是满满当当，粉丝，你好，你好，你好，是吧？来吃，根本就看不着嘛。做这两样是一绝，你们俩吧，我这戏要来，之前咱们来吃过，啊，然后今天非得说，哎，都去那小吃锅去啊，香，对，那必须的，是吧？香，所以说这个跑过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不飞，哎，吃着都慢，很爽。 焖子、酥肉、梅菜扣肉，大哥一上来就给我整的流口水了。据说有人宁愿横跨郑州，也是为他们而来。估计啊，这就是我们要来寻找的碾味了吧？但是导演告诉我，真正的主角却是他，因为在他面前，扣碗这些东西啊，都只能当配角。 感觉像是那个一棚锤了面，那其实也没有烹啥，就是一锅这呗，就是一锅大锅菜，料都分量、焖子、嗨蛋、酥肉丸、罐子呀，让我自己舀了肉、炼奶，还有自己舀了肉啥意思？它肉单蒜，这是锅底儿，锅底儿啊，我这啥黄花肉啊，蘸了排骨啥的，也是，还酸肉吃的味道。其实念在这种感觉，就像过年的那种感觉一样，对，它这个包吃的就越有点冤枉。白肉白菜白肉花宴，我觉得四个五个人吃也差不多了，吃不完，吃不完，那人均下来也就是个三四十块钱，不得了了，对吧？经济社会好吃不贵，那猪是赔了啥？我猜想，一二三，馍，
且价格实惠，一锅食材丰富的大锅菜，三四个人吃完全没问题。只是刚才大哥建议先去点点肉，让我们有点不会点菜了。这不就在我俩研究的时候，身后的这位姑娘怎么有些激动啊？我刚才刷咱们的那个视频，哎呦，没想到活的当时演出来呀，就这么巧啊！我们现在家老刷你们，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正在研究咋点菜，不知道咋点菜了，咋点菜啊？大张，我也不知道，我们也是朋友推荐。哦，但是跟着人家来的，是吧？对，上电视，下来我给你咋点菜。他咋点菜啊？点应该点个大锅，完了再要这个肉，就这就是另加的嘛，跟点火锅一样，你点个锅底完了加那个。他锅底都有啥？就锅底都是大锅菜，就这个。哦，就是一些配菜，就是素菜。素菜八种。哦，八种素菜。对对对。哦，大锅35块钱，小锅30块钱。然后锅里炖肉加肉。锅里炖肉加肉。对，这方块。这个方块肉、小酥肉、排骨都可以。大酥肉都可以加。鱼能加吗？鱼是红烧的，对，腌制的。明白了吧？你不是支持素吗？35块钱搞定，是吧？咱送俩馍，然后我刚才看见还要粥是免费的，吃了呗？对，那不中，还有我俩呢。咱再点一个，咱光点肉。
竟然比吃火锅点菜还要方便，只要选好肉加上锅底，如果有自己喜欢的还可以直接加进去，再等上个十几分钟就能开吃了。看来这家常味的大锅菜还真是方便啊，难怪有人会说来这里吃不仅年味十足，而且更加省事儿。只是这家常味道的大锅菜是如何满足这么多人的口味需要的呢？咱家做这个有啥秘料没啊？有，没有秘料？有秘料，有秘料。哎，这不能说呀！啊，这不能说是吧？对。以前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家家户户好像都会做的，都会做，西郊那块都会做啊，尤其是到过年的时候。哎，那所以咱这个做法就是沿袭了就是老家的这种老传统味道啊，骨头熬制那个高汤，对，炖出来这个大锅菜吃了又营养，对不对？又健康，可以这个方块肉焖的啥都有，食材啥都有啊，它最美的。啊，可以练吃胆纳是吧？对。传统的手艺，精细的调味和制作，再加上亲民的价格，听李大哥介绍说，这就是30多年来他们家能靠着一道大锅菜就收获了众多食客追随的原因所在。那我们自然也不能错过这样的味道，再点上几个扣碗，咱们也美美的过把年。哎呦，谁吃谁知道。大叔，你在吃的时候真的有这种酥的感觉在里面。老板很会做，你知道吗？他是带酸汤的，一个是解腻，一个是提鲜。这个声音啊，它真的是从你骨子里出来的，你知道吗？没办法。哥哥，我跟你多说一句话都浪费，你知道吗？我说你懒好，你哪怕你给我摆个面了，我也能接触。祝大家好，新年好啊！新年快乐。然后呢，新的一年过得热热乎乎的，心想事成，想要啥咱全都有。欢迎收看《香美食》，我是小乐。今天导演，我知道是啥，落寞呗，不该让飞哥来呀、啊，你吃落寞这事儿是吧？但是里面加的东西啊，卷的东西可不一样，卷的不一样，不、得有肉吧？有荤有素。你那行啊，那要不咱尝尝去？走。今天的主角就是这烙馍，不过咱这烙馍卷的东西可有点不一样。美食大测评，尝尝肿不肿？这家馆子还不小，就餐环境不错，人气也是非常的旺。瞧瞧这明档里热乎乎的烙馍，一张一张的现烙出来的。这个叫奥子是吧？奥子。这就翻过来了。这么快馍发了出来了。俺豆豆用那开水烫面，烫了面用油和着炸嘞。弄点油是干啥的呀？锁住它的水分。哦，用油。不流失。不流失它的水分，不干。不干吧？你这一天要烙多少张饼啊？2000张。两千张。2000张，这也怪费菜的。这一袋子面豆豆多。900张。一袋子面900张，两袋面。等于好了，两袋面还不够呢。两袋面还不够了。瞧这烙馍烙出来的馍花透着面香味儿，有没有想来上一张的冲动？只要您在店里点菜就餐，烙馍是免费不限量供应的，还有这熬的黏糊的三种粥，您敞开了喝，免费。咋样吃了今天？吃了可得，不得，吃的不错，正得。我嘴上人一个月来两把好菜，奔着烙馍来。哎，我不干吗？不敢，不敢，可得，可得，又一筐了，又一筐了，就是冲着他那个筋道劲儿来的，筋道劲儿来了。对对，它不像我们在外面那种烙馍的话薄，没有这个咬的那个口感，就是咱们说拽着里面的时候那个筋拽的感觉，是吧？这家开了十几年的馆子，烙馍是主打也是必吃的，大家伙儿都是一筐一筐的拿。烙馍不是很大，也不是很薄，但筋道有韧劲儿，不干，面香味儿还挺足，这是食客一致的评价，给个8分没问题。烙馍卷菜，菜当然更重要，咱看看大家都卷点啥。都可以，
就是我来了就是最少的几个菜。这炒的是个自然羊肉，红玉盆。你给家里你配不配料配不了这些？啊，主要是食材咱都有，料可能咱炒不上那味儿。画肉片的时候，你画老一点，嫩一点都不得。差一点火候呢，味道都变了。味道不一样。这个是啥？这个菜，它是有六种蔬菜，然后是分别让就是给它炒出来的。啊，六种蔬菜炒一下。对。好多年一直在这儿，就跟着他就吃这个烙馍。对，比较下馍的就那个自然羊肉，还有这个应该是炒六合是吧？挺不错的啊，确实挺实惠的，而且份量也挺大的。我看您三个人吃完也不贵，119块，不贵，正常。正常，就是相当于人均40，烙馍有汤有啥都有。哎，那性价比还行。十分的话能给个几分？5.8吧，十分打个分呗。我经常吃，那就得吃会儿。店里的菜品荤素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价位比较亲民，人均在40块钱左右，性价比7.9分。搭配烙馍的菜里，孜然羊肉和六合斋炒素菜是几乎桌桌必点的，咱也替大家伙拿拿味儿。哎呦，就是咱们说那种老式烙馍的感觉，一边有这馍花是吧？明显感觉还是比较润一点的。哎，来个烙馍，加点这孜然羊肉，这是咱们说很经典的这个菜了哈。来一盘这六合菜，往这里面一夹，这果然给自己夹都比较舍得。咱把它卷过来，素菜也有了，营养也有了，这羊肉什么的哈。哇哦，贵了。就是先说烙馍哈，它烙馍来说的话，我觉得韧劲比较足，关键是哈，你吃完之后不觉得干巴，有这个面香味儿。你卷这个菜之后，羊肉本身来说炒完之后孜然味儿会重一点，这素菜来说增加了一些口感，这豆芽啊、萝卜丝啊，加上那韭菜啊、鸡蛋那些东西，这比较贵。现烙的烙馍没得说，筋润不干，面香味儿比较足，孜然羊肉59块钱一份，孜然的香和羊肉的鲜相互融合，口感是外焦里嫩，8.1分。六合斋炒素菜29块钱一份，六种素菜在锅里快炒出锅，清香的味道和多种口感，吃起来非常的清脆爽口，8分。当然，除了常见常吃的一些菜品，店里还有些大家不常卷的菜。它有一个就是说腊肠，这边是纯牛肉，就是牛肉腊肠。对，腊肠，它是牛肉牛肉的，对。然后一吃还可以，它带点辣辣的。汤牙这是肯定的，这是招牌菜啊，那必点菜啊。对吧？啊，也适合卷烙馍。对，烤鸭是每逢我们来这儿的时候必点的一个。烤鸭必点。对，烙馍必上。对，是吧？还是得你们来亲自。我们说1000到10000，是我们自己感觉。不如自己来尝一趟。哎，对。香肠大家伙吃的也多了，不过这牛肉腊肠还真不常见，一会儿替大家尝尝。烤鸭，瞧瞧这诱人的色泽，这鸭皮感觉都快冒出油来了。这里面温度有多少度？有200多度，235度。235度。像咱这个鸭子的个头是多大了？4斤左右吧。都用着油这给烤出来是吧？烤出来香一点。哎呦，这看见好油好香的感觉呀，这拿出来。像咱这个烤鸭里面就是直接去生烤吗？还是有腌制一下？不用的，就是直接就是烤的，生的不用腌制的，就直接放进去炉子去烤。对，这个等于说是咱们说的那个有点酥了，那个鸭胸那块是吧？皮酥肉嫩。这个是皮是酥一点的，就先把这个给煸出来，就这个是口感一定是要趁热吃才有那种酥酥的感觉。汴京桂花香烤鸭，一只129块钱，半只79块钱，价格在烤鸭里算是中规中矩。不过这桂花香烤鸭还真的能吃出桂花的味道吗？大红袍开餐啦！大红袍开餐时间到，大红袍提醒您新好味，更红年味。大红袍开餐时间到，大红袍川味火锅底料连续5年全国销量领先。它其实有那个桂花的香味，第二个是它解腻啊，就这个里面是有点甜口，再加上点那种酸酸的感觉。平常来说的话，咱们吃那个鸭胸皮这块它是偏油脂大一些的，但吃完之后你会发现它这个甜酸包括这个脆脆的感觉，
其实就解了一部分腻。这个卷到烤鸭里面吃还是挺独特的啊，尤其这饼，这比咱们平常吃烤鸭这个饼稍微要厚一点，韧劲儿也会更足一点。放到这个腊肠里面的牛，你吃起来的话，就跟我们平常吃的那个煮了炒的那牛来说，我觉得更单香一点，就是它里面来说的回味会觉得特别的香。首先，桂花的香味来自店里制作的桂花酱和撒在表面上的桂花。烤鸭鸭皮烤得很脆，油香，热吃时确实不腻。里面的鸭肉很嫩，带有汁水。虽然配的有卷鸭饼，但卷在烙馍里面吃又多了种筋韧的口感。测评分数8.2分。牛肉腊肠没有平时的香肠那么润，但口感筋弹，清香中略透着一点胡椒的麻香。7.9分。店里的荤素菜品有近百种可选，有川菜、豫菜等多种菜系，比较适合朋友和家庭聚会。吃完之后啊，咱们简单说两句啊。他家其实主打的是烙馍，但是为了配合这个主打的菜哈，他们有各种菜系，比如说老河南的豫菜，就是搭配着来吃嘛。但是烙馍不能少，性价比、环境啊、服务都还是可以的哈，价格也不贵，大概人均40能够吃饱吃好啊，适合朋友小聚，一家人啊聚聚暖暖和和啊，吃个烙馍的地方啊，能够给到一个8分了哈。里边真的是五花八门，好吃的特别多。那里边好多好多吃的呀！而且你看到了没，导演基本上都是骑着电点来采购的，对，特别热闹，就是年味十足的感觉。今天啊，有网友给我们推荐说，这里边藏着一个宝藏小吃。宝藏小吃？对，这个宝藏小吃可以让你一口入江南。哇塞，那还等啥？走！看起来种类好多的样子啊，闻到了没？人家里面应该是在现做，所以会有一种米香味儿。我这头都要挤进去才能看见。这一看就是很江南那种糕点哈，这还真的是有点一口进江南的感觉哈。这是什么呀，老板？这是米酿桂花糕。什么米酿？是那个米酒，低温发酵16个小时，然后做出来的。咱这桂花糕也是原汁原味的江南的那个特色。过年的买的是很多的。嗯，步步高嘛，特别好。步步高。对，步步高嘛，桂花糕，桂花糕嘛，有贵人嘛，贵人看你步步高，都要图个吉祥如意。步步高升。看着这些象征着美好寓意的桂花糕，还真的有点一言入江南的感觉。那这么多品类的桂花糕，吃起来到底有啥区别呢？这个港式桂花糕。港式桂花糕是什么？这个里面加柳馅儿，酸酸甜甜的味道。我喜欢吃这个里边的这个草莓，这个带馅儿的。好吃吗？好吃。我也想吃一个。非常好啊。哇，这个馅儿真的是这个原味的生出来卷，很诱人的。我以前没见过这种，它真的是一口下去就有那股草莓的清甜在。它的口感是那种紧实当中又带着一点点绵，因为现在外面气温太低了，我吃到嘴里有一股吃冷饮的错觉，但是它后味嚼出来又是米香，还带着一点发酵的那种酒香气，真的很不错。如果您爱吃热的话，我感觉加热之后会变得很软和，是吧？对，因为我经常过来买嘛，老板有时候还会做那个蓝莓的桂花糕。现在好像变得特别的时尚，都有草莓和蓝莓馅儿。这个在上海的时候吃过，在河南好像有，很少见。它有什么区别吗？就是这几样，比如说这个夹心的跟这个传统的口感上有区别吗？传统的话一种清香的感觉，桂花清香的感觉，这个的话就吃着一种那个酸酸甜甜的感觉。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南方的桂花糕。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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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热的时候和凉的时候它口感是不一样的。就是热的时候它比较软，然后凉的时候呢它比较有嚼劲儿。就是两种吃法，我反正我都挺喜欢。都喜欢是吧？对对。我问一下，这个吃过吗？这个传统的桂花糕。传统的我买过一次，我妈妈比较喜欢吃，我感觉这个比较适合就是年龄大的。这种哈就属于那种没有什么糖嘛，然后我妈比较就是这个就没什么糖，我妈比较喜欢吃。它会有大米的香气在里面吗？
特别浓那个酒酿的那个气味啊。就然后有像咱们中原人，如果刚开始吃，你可能有点不习惯，但是要经常吃的话，就感觉还挺香的，就很独特那个味道。这家店的米糕有传统和新式两大品类，年轻人普遍喜欢果味比较浓郁的夹心米糕，而中老年人可能更多的会选择甜度不高，但是后味比较醇厚的传统米酿桂花糕。而且根据大家所说，桂花糕冷吃和热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觉。那冷吃的口感我们刚才已经尝过了，刚出锅的桂花糕又是啥样呢？现在桂花糕我出锅了啊！哇，赶上人家刚出锅的桂花糕，小心烫哦！小心啊！啊，好，好漂亮啊！而且真的很浓郁的米香味儿。这里边全部都是桂花糕是吧？对，全是桂花糕。哇，它那米酒味好浓啊！真的，隔着口罩都能闻到。这个是葡萄干的，这个是黑芝麻的。哇，真的，你看，随着这一盘一盘热气腾腾的桂花糕出炉啊，整个屋子现在都是那种酒酿的香，屋米香，满屋酒香，就是那种酒香，让你闻到就感觉有点若隐若现的醉感，微醺。早是桂花糕啊，就是我们刚才吃的那个草莓夹心的，草莓夹心的做的。哇，原来是这样做出来的，啊、哦，好香，好香，好香！一定要桂花的香，才能热气。哇、啊，撒桂花喽！现在就是热气腾腾的这个热气，把干桂花的那种桂花香全部都烘出来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到这个八九月份桂花开了呢。这一次酿的米酒，自己酿的？对，自己酿的。你看米酒，哇，这个米酒必须自己酿。嗯，自己酿的话，这个活性好。活性好，对，你要买的是不行，没有活性。那这个是不是很麻烦啊？做起来很麻烦，很麻烦。这个酒酿的时候至少得三天吧。三天来酿这个米酒，然后才能和其他的大米一起来做桂花糕。对的，对的，对的。对，听起来我要吃一口这种软糯香甜的桂花糕，因为它花还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呢。啊，桂花香、酒香，真的，我感觉真的太沁人心脾了。啊，好想赶紧来一口啊！大姜、米酒发酵，高温蒸制，最后加料出锅，一个小小。的米糕做起来的功夫却丝毫不输一道大菜，而且当我们站在刚刚出锅的屋子里的时候，闭上眼睛去闻，浓浓的米香、酒香和桂花香，真的会让人有一种穿越到江南水乡的感觉。好了，话不多说，咱们也赶紧趁着刚出锅的时间，帮大家尝尝趁热吃的味道到底咋样吧。你看，就这样一款一个往盒子里一摆，就有一股来到江南的错觉了。真的，它这个桂花一撒，我突然之间觉得我现在在旅游。是，我不在河南了，我们跑到苏州了。我们来尝一下这时候的这个圆的草莓爆浆的感觉怎么样？现在吃可能是刚刚蒸出来，它会比我第一次尝的那种放硬一点的甜度再高一点，所以它吃起来可能更受小朋友的喜欢，但是那股清甜的感觉是在的，真的有一种吃爆浆糯米糍的感觉。如果您喜欢吃这种草莓味的果酱的话，这个真的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是加了桂花的，这是最传统的那个。对，我觉得它这一种可能就是比较传统，所以它气孔看上去也会更大一点，也会更绵软一点。哇，这个桂花味很足，筋软弹黏，在嘴里其实是很好嚼的，但它又很有存在感，集桂花、酒酿还有大米的香味于一体，口感和味道上都是一种享受。而且大家来嚼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没有放糖，但是你后味慢慢的感觉到一股越来越甜的味道，这股甜不是腻的甜，不是白砂糖的甜，它就是米自然发酵的那股米甜味，所以它很清新。所以如果您不是很喜欢吃甜的话，就吃这个原味的，去充分感受一下桂花还有酒酿还有大米在你嘴里混合在一起的自然的香甜气息。测评总结，这是一家主打桂花糕的档口小店，有原味、爆浆等六种口味可以选择，还有像草莓、蓝莓等新式的夹心米糕也比较受欢迎。另外还有一种比较老式的桂花酥也是不错的，每盒的价格基本上都在20块钱左右，可以单买。店里也有69和99两种礼盒套餐，选择空间是比较大的，价格上算是中规中矩吧。从口感上来说，米酒的香气和桂花的香气都很足，建议大家热吃会更好，太凉的话吃起来会有点发硬。另外要提醒大家，因为这家店是在菜市场里面，不好停车，建议大家来之前规划好交通工具。综上所述，这家店我们可以给出7.8分的成绩，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来这儿试一试。师傅，咱稍微开快点。
这是干啥呢？这么慌慌张张的。咱今天要去了这个店，咱得撵着他。为啥呀？12点之后他可能换地方了。你等一下，现在几点了？手机。哇，还有半个多小时，所以我们现在能赶上吗？不是，我们平时吃饭不都是人家在固定的摊位或者固定的一家店等我们？这咋还能12点之后消失呢？嗯，需要撵着吃的美食，它是啥呢？是吗？那我们今天就新店来尝鲜，吃货不踩雷，赶紧去看看，走，快跑快跑，找找。哎，这边导演好多好吃的，但人家这不是店呀。咱今天就是找一个摊儿。摊儿？那难怪呢，它是流动的，可不是这不固定吗？他卖的这个东西还是很特别的。哦，烙馍卷菜你吃过吗？你要说烙馍卷菜，咱立马掉头走，谁没吃过呀？今天吃荤的烙馍卷菜。荤的烙馍卷菜。荤的。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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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肠卷饼你们吃过吗？来，我蘸个鸡蛋啊。哇，好诱人啊！这么大一锅，这是咋卖的呀？的没有鸡蛋烤肠，10块的有鸡蛋烤肠。这鸭肠是什么时候卤的？8、9点的时候开始卤上，就是当天卖当天卤。啊，当天。8、9点卤到现在3个小时。哦，我们要提前备出来一桌，不然的话来不及。好哟，老板还要10块的，老板。哎，您是经常在这儿买吗？啊，我在上班呢，每天一个。这好吃吗？好吃，这可以当成主食吃嘛，就是有时候下来时间短。啊。我看他这个刚从锅里边捞出来就卷了，是不是吃的也特别热乎软乎？对，冬天吃更爽。你看一下他这个里边卷多少肉，老板你这能包下吗？放这么多？这皮不会扯破吗？这不会，这个饼比较筋道。这是你们自己烙的吗？啊，就是我们自己烙的，就是。它这个操作界面看着非常的干净。经常在这买，经常在这吃，味道可好啊！哎，这么说话还是搭配着好吃，就是豆腐皮跟这鸭肠搁到一块搭配着。您觉得它这鸭肠处理的干净吗？干净，不干净也不经常了。你以前老觉得这种流动的就小脏摊的感觉，可能吃着不放心，但是今天你看我们采访了一些顾客，包括看着它这个操作界面，感觉是挺干净的。也是吧，东西也得分人，也得看东西。嗯，这妈妈给我的是可以说的是干净，又是不干净，也得是不是？你吃东西咱得要看看。是。烙馍卷菜吃过不少，但这种烙馍卷鸭肠你吃过吗？虽然是个流动摊儿，但看起来摊位还是比较干净卫生的，而且来的好多都是回头客，这也让我们挺意外的。好了，烂得很，这组队。来，我弄一块，算了。好，这起码是老赵的馆子，好烂得很，大姐。趁热别有滋味，美味可口啊啊，好吃啊！这俩主厨看着都特香。在这儿会遇到各种有意思的人，来瞅瞅，喝一杯来。主厨我不干，我就两杯。是2023年的春节，你妈要强，这不能让她知道。我早上送你小姨那箱奶，该不会就是你拿回来那箱吧？行，牛奶呀，放在表哥那儿啊。走，一般的纯奶。蒙牛牛奶去了你塞你的脚。奶，这折腾啥呢？人是吧，
现在它不是很多，多的时候有时候都排多长，买不到。你们都试过吗？试过。你今天来买什么的？买鸭肠煎饼的。也是鸭肠加豆皮。啊，对，好吃。不是，我不说天天过来，我说最起码是吧，一个星期得四天吃。一个星期四天。对对对。为啥吃这么频繁呀？好吃嘛，这个就是香，它不腥，嚼起来也不是说特别硬。正常的话我都是十块的，就是一个鸡蛋一个烤肠，10块基本上都饱了。不吃辣椒啊！我这说话间的功夫怎么这么多人呀？不是说12点以后都吃不到了，现在马上12点了，你看这人。不得不说，这家店的人气真的很高，周围几个摊位就是他们这里围的人最多。不过最有意思的是，来这儿买饼，你可得追着吃。这个追着吃是真的要追着他去吃了。什么叫做流动的摊儿？就必须流动才叫流动摊儿。所以老板现在也跟着他们一起迁徙了，我们走后面跟着。这准备挪到哪儿去啊？往前边点。为啥挪前头呀？前面要人多一点。啊，人多。真的怎么感觉就跟大雁迁徙一样？说实话，我已经好久没有在咱们郑州街头见到这种特别有人间烟火气的场面了。刚才的左邻右舍邻居们哈，所以如果大家想来吃他们家这个鸭肠卷饼，老地方找不着的话，其实就这方圆几十米的地方找一找，应该还是可以找到他们的。你们这个营业时间是几点呀？11:30到差不多9点10点钟。来早了还吃不着，来早的话吃不着，因为我们要准备呀，有时间准备的呀。别看只是个小摊儿，准备食材可不能含糊。那这一锅大概每天就是能卖多少个？100个饼子左右吧。只有咱们河南人可能才会用这个烙馍饼子卷万物。这个味道是属于那种什么五香的酱香还是什么？现在是五香的，想吃辣的话就是有麻辣料。这两个酱都是什么酱？这个是我们自己调制的那个秘制酱，就是商业机密也不能保密的。看着像芝麻酱，几种酱炒的？那肯定有芝麻酱对吧？有了点。那如果吃辣的话，就放这个。对，这个辣度很辣的，买的那种魔鬼椒。其实我觉得它这个摊挺有意思的，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几种酱料往这儿一摆，处理得干干净净的，而且大冬天的这么大一口锅，里面又是鸭肠，又是这个豆腐皮，冒着热气，你就分分钟很想赶紧来一口。就是人有点多，还想赶大集，有一种来到开封夜市吃小吃的错觉。热热闹闹，热气腾腾，人间烟火气也不过是如此了吧。迫不及待赶紧拿一卷尝一下哈，里边是荤素搭配哈。今天要了一个10块钱的套餐，有烤肠，有鸡蛋，还有鸭肠，还有它的炸的豆腐皮儿。我们来一口，这都不知道怎么下嘴。这感觉似曾相识，它很像我们夏天吃的那个卷凉皮的味道，它的那个芝麻酱、辣椒，包括里面放的黄瓜丝的调味很像，但又完全不同，是因为里面放了是鸭肠，还有这个炸过的豆腐皮，它又很像我们吃的烧饼夹菜，就口感上是属于有层次的，但是鸭肠它给的比较少，所以它那种筋筋的口感存在感比较弱。我觉得整体来说，它的这个口感还有味道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如果您喜欢吃辣的话，多一点辣椒可能吃上去会更过瘾一点。我觉得有一点点小遗憾，就是我们毕竟今天只花了10块钱，如果大家就是这个条件充裕的话，我建议可以拿烙馍饼子卷一个纯鸭肠的，你去真真的感受一下现做出来的鸭肠卷在这个烙馍饼子里面那种口感。我这个口感真的是有点弱，但是它味道是好的，也是咱们河南人经常吃的那个味儿，就是味道上没有什么新奇的感觉，但是它本身又是好吃的，而且特别顶饱。鸭肠掺豆皮儿，如果不加鸡蛋烤肠的话是8块钱，如果想吃纯鸭肠的是15块钱。来这儿基本上还是要两茬的更多一些。豆皮儿和鸭肠卤过之后浸满了汤汁，一口咬下去是可以爆汁的程度，一整个烙馍饼子裹得满满当当，基本上一个就能顶饱了，还是非常实惠的。吃完了有话门口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打探的这个流动的小摊哈，我觉得这个烙馍卷鸭肠的形式还是非常新颖的，但是我们刚才也问了老板啊，他们家其实是有这个烙馍饼子卷纯鸭肠的吃法。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象一下薄薄筋筋的这个面饼，再卷上这个很够味又很软烂的鸭肠，应该就是我们今天本身最开始想要寻找的那个过瘾的味道了。所以就我今天这个10块钱的体验来说，我觉得可以给它打到3.6颗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
的组队。来来来，我弄一块，算了。好，这起码老赵的罐子，好烂了，打紧。趁热别有滋味，美味可口啊啊，好吃啊！深藏不露资深食客，货堆积攒，用货不聪明，没货凑实人，漂亮。这老二老可我给他了一个评价，这我看着都可香。在这儿会遇到各种有意思的人，来瞅瞅，回回来，吃货不干，我就料。这都是等着，前面是不是都有一家？这一个主题人，哎，这个仿古建筑，百年传承啊！这还有一个大路口，这几家店都可大。公园名池，小广主题人，这也有一个，也是主题人。里边还有一家老店。这里是周口市商水县的邓城镇上，夜来猪蹄老店在当地很有名。上午十点刚出锅，锅台前已经站了不少人。好，大家快去了啊！今天怎么走？今天是好穷啊，他们。今天一锅出这个泡啊。你卖不少啊？卖多，卖是十来个嘞，有点好吃啊。趁热乎的，热嘞，刚出锅嘞。它凉的热的，都是。来老板，你吃了。好，来一个，来。跑几十公里跑到这儿来。真热，热出来哈，好吃。热出它比较糯一点是吧？嗯，好吃。对，红字咋写的？红就是辣。现在煮一锅，逢年过节旺季一天得三五锅。来吃的人近的来自十里八乡，远的上百公里，全省各地。咋在那边过来的？成功了，过来了。喜欢了，今天是好穷啊，他们。我过去了啊。你这带走了是吧？啊，保质期九个月，这三两天就出来了，我何必的？哦，我刚才也没采访到你，那你看，我是好全国溜达吃喝。这位鹤壁老哥，一个人一辆车，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塔桥、龙城、邓城这个椰子，还有这个乡县的王老桥，这四种都有这儿的。王老是不油炸的，蘸点的是原汁原味的，对。各有特色，全国各地没有的专吃的。这种专业吃点可遇不可求，想走且慢。讲个准的，来，都讲。随后的聊天就有了意外收获。最多在30年前，我这乌云路那儿有个姓叶的卖猪蹄儿，都是这儿。来，对对，老头儿瘦老头儿是吧？哎，对对对对，好，还有这印。哪个叶来就是这个叶来。啊，这高头是的，这老高头对，30年的，是的。去吧，这个家里种的。哎，你想想，30年的吃客了，你能碰到不能？还是外地的，对，几乎没有，可以说是第一人。你记得清楚了，是吧？还在说老头儿一听，好吃，还能碰着这好吃的，不好吃的买一个，谁操他心呢？能记到了30年前，这证明也是有特色呀。30年前，店主叶来曾在周口市区卖猪蹄儿，如今店面的经营者已经是第二代人叶来的女儿叶水。很难，很难的，以前30多年了，能吃到原来口味，到现在是很难的。来，我拍个照，来瞧瞧，老顾客送猪蹄儿。老伙计了。那人说那是，你父亲是吧？是嘞。啊，是是。啊，是吧？我还有个宋老头，我原来好上这儿。阿爸爸。原来好上这儿。一般一天一锅，平均一天一般2锅3锅就是。但是我们天津也会。叶水做的多，说的少。丈夫叶磊面对镜头话也不多。那么他家的猪蹄儿好在哪儿？其实他最有发言权。都开始都是他的创始，都他家干的。他今年多大了呀？87了。那我看你还是店里边还有这管这啥的，是吧？就是在收钱嘛。你还是在收钱了？哎呀，那你是真是可见的了，你现在还能三招啊啥的？脑子不坏。脑子我这不懂。咱家的猪蹄的特色是啥？这都返程啊，这猪多好哎。反正这猪头好。实干派话都不多。
没事儿有能说的。一般是烹调系的，烧、扒、煨、烤、煎、炒、烹、炸、蒸、焖、炖、溜、爆、烘、跳锅、蘸串、炝、烩、酒、烤、扣、熬、煮、挂锅、浇、八十六里挂霜。高手在民间，说这位大哥是高手，一点没错。这是用包子浇他的辣妹。高国江，82年我被省评为省一级厨师，在国营食堂上班。俺老父亲带我俺爷子辈干上辈饮食行业，也是说14年。从猪蹄上的外形上，你看，猪的既有骨又有皮，而且呢，把这个皮呢骨开了之后，软糯筋，这筋层给它凉粉状，既烂又通亮。看着火堆积山，有火不出名，没火愁死人，这都是叫做生意的兴隆。有的说我们那几个猪蹄卖几天，这的这一天都销售漂亮。感觉我估计吃了得有10天了，才10天半月来一趟，磨油车油。今天是我的老同学俺们几个组织的来这儿，吃了这猪蹄品尝了之后，啥也是专业领他们再转转看看。叶氏庄园有200-300年的历史，不收门票来邓城可以转一转。拍摄尾声，老人家还在店里。哎，也都6、10年了快。叶水依然在忙活，丈夫叶磊和伙计们已经在准备第二天的猪蹄儿。一家人做得多，说得少，还是让食客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到处都可以掰开，软糯筋，火骨鸡滑，软糯香。他们去，他溜了溜。因为喝酒带劲还是吃猪蹄带劲，都带劲，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嘛，啊，就是猪蹄配着酒是最带劲。咋样说？什么呀？吃肉味咋样？可以。郑州上街新米新政都给他们的话往那边发送了，生意可以。哎呀，有那句老话，酒香不怕巷子深，酒香不怕巷子深。酒香不怕巷子深，饭菜香了也不担心位置偏。今天两个小时打电话，地方不是太大，非常位于远，地方非常北非常北，但是天天排队，天天排队。轻而易举。体验吃的比较好的就是这儿，你要再选其他地方，我也想不起来了。这家店靠近荥阳市老火车站，临的不是大路，更像个家庭小馆儿。再看着门头，有没有一头雾水？我不知道，完全看不懂，看啥呢？啊，还没说，还没啥主食，就个康乃米汁，它米汁啥，没人知道，只有常来的客人知道。别人来一看说，那个是制作啥的？制作啥蜜制啥膏药的？膏药好看。那么蜜制的到底是啥？咱得先认识一下老板。顺利过关，我成了书童，一切都掌握在我手中，越来越近我秋香姐，今天的心情是大不同呀，大不同！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他就是秋香。我找找秋香姐在哪儿呢？这是嫂夫人是吧？嗯，是。老边的丽香是啥？就是没事和秋香。我劝不着他。周星驰是店主的偶像，老板娘就是秋香。9527，你可以喜欢这个好吗？是吧？9527，电影里是星爷在华府的终身编号。
在这儿则是厨房，店主日夜厮守的地方。我自己太吃嘴了，我喜欢把一些东西，这好吃的东西做到一些极致。从严格的意义来说，我才算是真正的吃货。咱那顾客说咱穿的羊肉串都是艺术品，必须这是备受乡间这样来穿，并且你看这种长短粗细必须给弄得整整齐齐的，这样你烤的时候手火才能收得均匀。秘制的首先是羊肉。啥？羊肉串很常见？我这里边只卖羊肉串、鸡翅、鲜腰子，半筋和脆骨是冻的，我不用，我不卖。我这还是上宽屋，不贵。那你这挣不啥钱啊？我的心思就是专门为了挣钱而干，我是为了好吃。你还是很有个性的老板。要是说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名词吧，我是算是有匠人精神。你都笑啥了？我觉得他说的对。咦，再见！羊肉串一点都不膻，就吃不膻羊肉，但是外表还比较嚼，而且它腌的也比较入味，最好吃。哎，它实在，全人家早知道都这样。马沟、金寨、燕曲这几个地方，那宰了，然后我开车去那儿，有时候去上街，还有跑到新郑，买了个车，三年跑了10万公里都出去买肉，三年10万公里。姐，给外边再支个桌子。这不是春夏秋冬吗？因为喜欢周星驰，他们火了春香、夏香、那个秋香和冬香。那边还有三个桌子。羊肉串到此为止。秘制的硬菜牛肉火锅，市面上并不少。所谓的秘制究竟在哪儿呢？咱用的都是这种本地现宰的这种牛腱。拿回来了之后，这地上有这些油呀，这种皮片啊，干啥这些不好的东西，都是需要把它去掉的。肉与肉之间其实都是一层膜连着了，中间把它拉开，然后好处理了。刚刚切了不知道卖了多少盒了。这一盘肉它就像一条鱼一样，是吧？是。你买肉回来了？啊，咦，你咋不给我说一声嘞？这有点远，那这一兜都差不多花一千了。嗯，这跑到马沟了。所谓秘制，首先是食材，只用牛腱，必须新鲜。这肉的声音都扎实。这不切头，这叫镰刀。它为了方便做熟做快，它的形状来说还是快。需要这种高温，油温的温度高，这高温才能把它的香味给激发出来。第二，体现在炖上，必须提前煨上70分钟。您要是等不及，不好意思，老板就急了。炖了多少遍？一个小时10分钟，7分钟。尽量是吧？我们炖。不用高压锅，我都不建议高压锅，挂了。这个油脂芥末全部打掉完，做出来这个精品特别入味。这老板就是有一点啥吧，说实在话的，真材实料。他买不来食材，他不卖。他这虽然地方非常北非常北，但是天天排队，天天排队，没有办法。微信的名字也是陈建老姚，是喊我姚哥呀？姚子的姚，不是老姓，姚子不是姚子的姚。牛羊肉为主，其他的也难不住腰哥。除了生蚝、羊腰子，三剑客也不错。搬走了，不踩雷，连那个都不踩雷。涛哥一过来就直接说要三剑客，桌桌必点的。你稍等一下啊，就是这儿是吧？今天晚上10桌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香香美食栏目，我是小飞。今天好，我给大家伙儿带来了大家伙儿期盼已久的金师傅啊，只要老板不在家，啥事儿都是他当家，是吧？是，哎，来吧。大家好，我是吃农龙吃两处金农力。做个三明治吧。三明治啊？对呀、啊。三明治有啥吃的呀？今天做个不一样的，看这啥吗？猪料都不一样，豆腐。就拿这个来做三明治啊？对呀、啊。没吃过，你绝对没吃过，没吃过，没听过，没见过。好，今天让你见识见识。好，行，我见识见识。等会儿，哎，这个用豆腐做三明治，它有这么稀奇的吃法吗？你咋跟我一样没见识呢？那今天就跟着我，绝对能让你眼前一亮。不过这个内酯豆腐好是好哈、啊，但是平常我取的时候不太好取，总是会取烂啊。啊。你招呼完了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啊，十个有九个人他都会取烂啊，是啊，还有那一个是取烂不愿意承认啊，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一定要讲究一些技巧还有方法。来，哦，小脚，哦，平推哦，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时候要稍微留意一点啊，小心一点点那个刀刃啊，然后，哦，然后。后就出来了是吧？对。哎，你还别说，这招管用啊，那是相当的管用啊。那么问题来了，接下来要咋操作呢？先调味儿。对呀、啊。先调味儿，行，那先调味儿，咋调味儿？用手调。来，用手调来。这个辣椒面哦，这是大一点的那种，粗一点辣椒面。粗一点的，这叫山西辣椒面。哦，这种颜色好看，味道香。对啊，味道不是那么辣。嗯，蒜蓉，这个应该也是出香味儿。再稍微加一点底味儿，用点盐。哦，马上很有味道了啊啊啊啊！哦，走了。哦，这回知道了吧？知道了。油温一定要稍微高一些。嗯，抓紧时间的给它搅拌均匀。哎呦，这个味儿，嗯，这是炸了一个蒜蓉辣椒油是吧？感觉拌着面条能来上一大碗。我的妈，简单方便还香味十足啊！不过这个辣椒油和内酯豆腐放在一块儿，到底是咋个做法？别慌啊！还有时间没处理完呢。哎呦，这松花蛋呢？啊，但是这个好像在家切的时候，一般就粘刀粘的特别厉害。这确实粘了啊哈！那今天有神器，来助理哦。咦，现在都已经带助理了。啊，缝衣服用的。对呀、啊。哎，线，然后呢？切皮蛋，怕粘刀就这样切。对，啊、怕粘刀很简单，咱就不用刀了，是吧？哎呀，这开了吗？哦呦哦，这就厉害了。然后呢，我们继续哈。啊，切成小丁。哦，哎，这个小妙招不错，感觉在家跟小朋友做个亲子互动也是不错的，是吧？再看看我的技术，感觉 so easy 呀、啊。我觉得你这身活可以，是吧？据我所知，啊，小说里面有一个人物也非常会这身活，是吧？董王。那这食材处理好了，我就好奇今天这道不一样的三明治到底咋做。三明治分三层，这个三还是个实数啊。对呀、啊，第一层 啊，当中一定要稳啊。哎，平刀。对呀、啊，不要用劲儿，用劲的话容易没有手指头。哎啊，对，哦，打底了。对啊，然后呢？给您弄点肉吃。肉。哦。这是卤好的牛肉，对，卤好的牛肉淋儿，哦，皮蛋，哦，皮蛋，想吃的更香一点的话，建议多放一点。啊，这个建议真好，是吧？料汁，啊，料汁儿，哦，直接往这儿用了哈。对，下步第二层啊，啊，第二层就来了啊，哦，然后就是一分为二，对，是吧？盖上。这样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啊，嗯哼，不容易烂。哦，这个小茴香，啊，小茴香哈，啊，今年老板在家里没有买香的，太贵了。啊，明白了吧？理解一下啊，理解。要如果是下一次来老板不在家的时候，就买这香的给你放。再加一层料仁，这出味啊，都要靠这个料了。对，是吧？好，最后一层盖上吧。好嘞。
就这样把最后一片豆腐盖在最顶上就可以了。哎呦喂，这样的三明治真是够另类的，看着还不错吧。不过要想味道更好，接下来还需要一步关键的操作。来，这个料仁。哎呀，这啥呀？这是整鱼豉油和醋。哎呦，哇，这感觉。蛋黄、黑油嘞。哦，葱花、香菜。哎呀，这个够味儿。哎，这绝对够味儿啊。然后嘞，挪挪挪挪挪，再扫出去。好。哇哦！我勒个乖乖，这真的是色香味全齐呀、啊！不一样吧？够新颖吧？够诱人。油川味火锅底料大红袍特约播出，放心好味，更红年味。不一样吧？够新颖吧？够诱人吧？那我可开吃了。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呀，这一口啥都有啊！这是。哦。嗯。我跟你讲，就这个鲜到跺脚，微微的酸，微微的咸，微微的辣，豆腐的那个滑嫩，然后再加上这个料汁裹着这个豆腐，哎呦，这个感觉真的爽。怎么样，这道鲜香过瘾的豆腐三明治有没有勾起您的食欲呢？有时间在家里试一试吧。小组注意，分头行动，寻找、探查、品鉴、评分，寻味之旅从未止步。自古男儿男子强，无惧世事，不慌不忙。万有区别不可能，就算敌军长马百面墙，相逢一笑变成烦恼，见识不见夸张马两银枪。不用得到四宝，故事由我自己来讲。天生我自比武，反地都山。我们的欢乐年。